国片吗？
Thank you.
我李学良，你进来。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严秘书长、县府的各位局处长、各位议员、各位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午安。午安。下午的会议。县政总执行，首先我们请林秋梅议员执行，时间20分钟。大会主席赖议长、赖秘书长、严秘书长，还有各局处的所长，还有后面坐的县政府的一级主管，还有各位议员，还有旁边的媒体先生朋友们，大家午安。首先我要恭喜花莲县政府哈，我听到一个消息，花莲县政府的卫生局哈得到我们行政院的奖金哈1400万元，好，这就是我们花莲县政府所有的团队的团结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哈。我想我们局长今天应该上北部哈，到行政院去领奖啊，更要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的局处长陪着我们花莲县长到中央去争取我们花莲县的那个经费啊，在这边跟所有的局处长说你们辛苦了。我们知道我们花莲是一个穷困的县市，我们也知道这几天所有的32个议员啊，31个议员，扣掉主席跟那个哈，我们书画改的部分，我想我们全体议员都非常的关心中央的大官们、长官们。我们花莲县不是二等国民，我们花莲县的县民在这边恳求520即将执政的哈蔡英文总统。跟我们中央的长官们，请你们关注我们偏乡花莲县的县民们，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安全回家的路。坦白讲，只要走到苏花公路，
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只要下大雨，我们就非常的忧心。为什么这样说？好不容易有一个疏花带即将要完成衔接，可是现在因为520的我们政府的替换，长官的人员的更改，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前面政府应该是延续执政的部分，可是就是因为换了人，导致我们疏花改从几个柔肠寸断，真的伤心，好几个部分没有办法衔接的话，这条路等于没有改善。在这边呼吁我们中央一定要给我们一个非常安全回家的路，还有台铁的部分，一票难求的部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我们虽然陆客没有来花莲，可是还是一样，我们网路订票还是非常的困难。我不知道中央在这个订票机构上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们中央对我们花东这边的民众是不是把我们当人看。我这边恳求我们中央的长官们，520就职，你们一定要特别特别为我们花莲的县民，虽然我们人口不多，可是我们还是人呐，我们不要比那个你们保育类的动物还要来的珍惜。我所谓保育类的动物是说我们原住民抓鸟，你明明就是害虫，那个猴子到我们农地到我们居家来扰乱，把我们的农产品来伤害，可是你们又不准我们原住民去打猎去抓鸟，像我们北区是一个不是狩猎的一个民族，我们是捕害虫的一个民族，我们是抓鸟捕鸟季而不是狩猎季，这个部分我想政府官员可能要有所改变，每次我们到了11月捕鸟的时候，就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限制，申请上也非常的多，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区隔我们文化的不同差异性，也有不同的一些规定，在这边恳请我们520之后，新的政府针对原住民的福利政策上，我们知道我们蔡英文总统当选的时候他有讲过，他有三大方向的政策，第一个就是我们长照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我们民主学院的部分，第三个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讲到这里，那我先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教育的部分，我们县长动用了我们花莲县的预算三十五的预算，三十几的预算预注在我们花莲县的小孩身上，他说过苦不能苦小孩，所以在我们营养午餐啊，或者是在我们生育津贴，或者是在所有小孩子身上，他都愿意花我们县府的预算，在这里。那我想请教，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请我们教育处的刘处长，有一个新的政策非常好，那就是我们县政府，即将最近在推的一个花莲县政府公费留美计划，针对这个公费留美计划，我在想是说，这个对原住民来讲真的是天方夜谭，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在经济上，不允许我们有那么多的钱，送孩子到国外去。如果说在这个计划里面，特别为了原住民的小孩名额的保障，让我们对这件天方夜谭的事情，也能够受到县政府的关注。那我想知道一下刘处长，你针对这个计划是怎么样执行？那是不是有原住民的保留名额的部分？处长请你回答。谢谢林秋美议员对教育事务的关心。我们这个计划是育才希望花莲县政府公费留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精神就是希望花莲的孩子
你即使是贫穷的，你都有机会经过国家的培育，你可以去开展你的国际视野，有国际流动的能力。所以我们在4月13号我们召开了记者说明会，希望花莲县的孩子、花莲县的家长、花莲县的所有的老师、校长们都了解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在记者会召开之后，谢谢林秋美议员还有许多的家长就开始打电话给我，我接到非常多的电话，很多很多人的建议。他说我们在简章里面漏掉了照顾两大弱势区块，第一个是我们忘记了也疏忽了照顾中低收入户的孩子，第二个是林议员您特别提起，您特别提醒我们原住民族籍的孩子照顾到了没。所以我们之后就召开两次的从头到尾的检讨会议，我们把所有的简章全部重新检讨，也邀集了花莲县的高中还有曾经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的家长们，我们共同来讨论。所以我们接纳了林议员您的建议，我们在所有的审查到最后的时候，决审的时候，我们决审会有10名正取、5名被取。当这15名学生产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条款来照顾比较弱势、来自于弱势家庭的孩子。第一个是中低收入户，第二个是具备原住民族籍的孩子。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只要到决审的时候，他如果进入15名，那我们就保留了3名的名额给具备这样身份的同学进来。非常谢谢啊，你能够把我的建议纳入在你的那个评选里面哈，谢谢处长。针对这个部分哈，真的辛苦了，也希望你能够照着我们的建议，特别是我对原住民的保障的部分哈，局长下去以后评比的时候哈，看用什么方式哈，让名额有一两个名额哈，让这些小孩子，因为我们经济上可能比较不允许有这个机会哈，用公部门的那个补助款到国外去，所以我就说原住民要到美国去留学真的是天方夜谭。那要特别谢谢我们县政府哈，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好啊，针对我们那个学校闲置的部分哈，我想请教一下处长哈，因为我们部落是我们吉安乡的大部落哈，人口也比较多的一个部落，那是不是在我们人力分校已经闲置，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嘛，学生也不可能再增加这么多，那是不是在这个人力分校这个部分哈，有没有其他的规划？可以的话是不是挪出一小部分来哈，给我们部落有一个丰年祭的场所，因为那个是刚好在部落的中心，好给一个丰年祭的场所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据点哈。那我知道那边现在有一个幼儿园在那里嘛哈，旁边还有一大片的空地哈，立美化的部分，我也知道你现在是给我们吉安乡在管养。那可是我知道那个部分虽然是学校预定地哈，是不是可以酌来分割哈一部分给部落？是，谢谢林议员您的关心。这个地方的地是吉安国小的人力分校，它是我们在78年征收取得的公共设施。我们那时候在88年成立的吉安国小的人力分校，实际上目前这个校地呢，从100年开始，我们就执行教育部的友善教保服务计划，也就是我们开设幼儿园。花莲县有两所幼儿园属于教育部，只属于教育部的，它是属于非盈利的幼儿园。是那边的幼儿园名字叫做立德幼儿园，另外一个幼儿园就在县政府后门，它叫民情幼儿园。这两个幼儿园有别于花莲县的任何一所幼儿园，它只属于教育部。目前这两所学校的幼儿非常的多，我们这两所学校人力这也是120人，所以我们是招收额满的。招收额满，对，那个学校很好
哈，我的意思是说，旁边的空地考虑看看哈，可以不可以向我们那个县政府讨论，哦，着放一部分的空地给我们部落使用，好不好？谢谢议员，您上次提到的时候，我和科长特别在黄昏的时候就到这个校地去观察，那边有非常多社区居民在运动，所以除了我们幼儿园在使用之外，其他的场地全部都是社区的居民在使用。我们丰年祭也不需要很大的硬体，我们只要有一个空间就可以了哈，那个空间只要像篮球场这么大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你回去研拟看看好不好？好，尽快来给我一个回复。 好，谢谢你，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太过哈，谢谢谢谢处长。好，谢谢议员。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原民处的处长哈，我想原民处处长陈处长，你在我们原民处这边已经快两年了吧？啊，那针对你上任到现在哈，你针对我们原住民的事务哈，有没有特别的规划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远景哈？当然，你这个地方要叫你回答非常困难哈。我就是比喻一下哈，这个地方哈，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哈，吉安乡的那个部落远景，然后他规划的非常的棒哈。那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十三乡镇也把它规划有一个很大的远景？哦，让我们所有九万多个原住民也能够在你当处长的时候哈，能够受惠哈，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八年一次办理的成年礼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传记，也就是我们吉安乡里道部落哈，东昌部落这个传记是非常有意义。我在想是说，是不是可以用你的专业，因为你是从文化局到我们原民处，你针对我们有形资产跟无形资产的非常了解的状况之下，你来看几张照片，麻烦一下，英凤帮我放一下。来，你看一下这些小朋友哈，八年，他们在三年前，东昌是这样子，在三年前他们已经开始训练哈。下一张，好，这是他们下一张，这就是他们成年礼的时候，从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一直跑跑跑跑到海边去，然后就要下船。哎，来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这个就是头目带领着我们当就是那一届的那个年龄层的年轻人，抬着我们文化传承的船到海边去，不管是风吹雨打，可是那个活动在办理的时候哈，这些小孩子都要冲破海浪哈，到海边去，就等于是有了过了那个海哈。就等于下船之后他才可以真正成为我们成年礼的一员哈。那我在这边是跟那个处长来探讨哈，像这样的一个文化特殊性的差异性的不同的一个文化保存的部分哈，也许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文字的一个组情，我们在登录上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哈。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原民处跟我们文化局两个结合起来，用最积极的方式哈，当然要等八年哈，我觉得太晚了。是不是我们这个部分哈，怎么样来保存保留我们传统文化？那我们需要来公部门来协助，不知道两位区处长有什么样的协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看见？非常感谢林秋美议员关心我们里绕部落这个非常珍贵齁，八年一次的这个传记齁。那跟议员报告就说，这个传记其实也涉及到我们里绕部落祖先的传说，所以光是这一点齁，其实在整个阿美族在花莲里面它就有相当的代表性跟特殊性。再来一点就是陈如议员所说他八年才举办一次，所以真的非常珍贵。那所幸齁，这几年其实已经有民间跟政府齁，在去年2015跟上一次八年前都有留下部分的影像。好像刚才周金正头目带着青年阶级扛这个独木舟的这个算很经典的一张照片齁。
是，那我们那个处长，我的时间不够哈，我想文化局的那个局长哈，那这个部分下去之后哈，我们不要再拖，我们尽快来协助我们原民处，好把这个保存起来，把影像保存起来，或者是把文字哈，把它弄成一个可以让大家历史存档的部分哈，我想你们是专业，你们应该知道要怎么去弄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文化局局长你就协助我们原民处好不好？好，谢谢文化局的局长，好，谢谢。那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议长还有时间哈，我还有两分钟，我想请教我们那个陈处长哈，我们原住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就业，那你现在每年都有所谓的职业训练的部分。那我知道在102年我们有办过那个原住民的公职训练辅导班。那请问一下处长，这个为什么会停掉？这么好的一个计划哈，不但让我们原住民有人才在公共事务上，或者是在职场上哈，在公部门上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业机会跟考取特考的部分哈，那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停办，那是不是今年哈？今年是不是可以纳入在我们职业训练再像以前这样恢复？好，处长，跟议员报告哈，关于过去哈，很多地方政府以这个原民考公职考试也是职业训练的一环哈，我的了解哈。我们花莲现在99、100年有办，101年也报计划到中央争取经费。但是原民会关键就在101年的时候，原民会他把职业训练的类别啊排除掉了这个公职考试，所以之后地方政府都没有办法再争取到中央的补助经费，以公职考试作为职业训练的类别。那个是你们计划写错了，不是不能办，是你们计划写错，所以你们的那个名称哦，你就要用另外一个名称去向我们原民处，因为那个钱已经拨到我们县政府了嘛。那实际上我们的选项，我们要怎么做是我们的事情嘛，对不对？那你就不要，你就针对这个部分，好，我们你看看用什么方式哈、哦？坦白讲，三地原住民哦，他们有乡公所。他们自己乡公所里面的员工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族人，那就像我们那个客家农会一样啊，农会也都是客家人嘛。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平地原住民很可怜呢，因为我们混居在你们汉人里面，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个空间。那是不是在原民处这边可以给我们真正属于原住民了哈？当然不是四分之一那种的哈，真正在地的原住民了、啊，像我一样就是土种啊，哦，爸爸也是阿美族，妈妈也是阿美族，是土种啊。然后又像我这样子土种的人哈，来去在我们公部门有机会就对，好，培育人才很重要，我们来努力，谢谢议员。接下来由苏中央议员执行，执行时间20分钟。大会主席赖议长、舞会的秘书长，还有县府团队及我们议员同仁，还有新闻媒体李氏先生，大家午安。午安。在一个成功的团队，要看你的组织的架构适不适当，在运用一个干部跟他的组织，就是要看所长的智慧。在这里首先请教我们卫生局，副局长你好，苏院好，就叫你几样几个议题哈。一段，公卫护士的职掌是什么？请说明一下。好，谢谢苏院对卫生所公共卫生的关心哈。那卫生所要讲就好了哈。是，好，那卫生所的护士呢？他除了有地段，他也有本身有兼工作。那事实上，
现在目前公共卫生的业务越来越多，特别是今天黄政委员有提到的癌症的防治，还有老人保健、健康促进等等，还有医疗的部分，都是卫生所在执行。好，谢谢。副局长，我请教你哈，罗溪乡最近一年多发生重大的案件，你知道吗？我清楚，知道哈，谢谢。那个不用讲哈，你知道就好了。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探讨。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去补救。秀林乡、万隆乡有没有地段的公卫护士？有。卓溪乡有没有？有。好，那这里跟你报告，我记得我在国小国中的时候，我都会有看到我们地段的三八三啊，这就是护士哈。过去他们的卫教跟每天就背着一个宣传单在部落里面关心公共卫生以及卫教的等等的工作，包含儿童的一个照顾。微乡在一年多里面发生了那么大的一个案件，这就是跟地段息息相关的。那这里说明，每一个村都有村干事在地的服务，每一个村都有派出所、警区、警员在维护治安安全。唯一的，就是过去的地段挪用到卫生所来上班，这个原因是我知道哈。过去因为就是我们开始有上网，以及在电脑开始作业的时候，就整个把我们卓溪乡六个地段收回到卫生所，造成我们部落里面对于地段的执掌的工作不认识，真的很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上个礼拜我们卓溪乡有一个乡民在澎湖当兵，他打电话给我，议员，你有没有看到报纸？我说有。这个就是你们卫生局不重视。一年多以来发生两大的一个重大案件，这个部分哈，希望卫生局能够在这一年当中回归，你们用什么方式啊？你们用什么方式，我不会去管，但是一定要重视我们卓溪乡各地段所有的执掌的工作。好，第二个，罗溪卫生所编制几个公卫护士？目前吗？八位。八位，包含护理长。是。对哈。你知不知道现在卓溪乡卫生所情窦的情形？你说明一下。好，谢谢苏议员。这个议题，上个礼拜这半年苏议员都非常关心哈。事实上议员这半年给我们的指导，我们都有按照苏议员的建议来慢慢的来执行。那卫生所的部分，在今年的一月也是主任的部分是原住民的，我们的原住民哈。不是，那个我说那个情窦部分是这样哈。我知道苏议员在关心护理长请长期病假的事情哈。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跟你报告好了，好不好哈？
罗溪卫生所编制有八个，第一个护士是在三月九号起请了三个月长假，第一个；第二位护士从三月十五号起要请一个月的长假；第三位护士从四月十七号要请一个月的长假；第四个护理长是在五月二号到卫生所报到，就直接当日直接请一个月的长假。请问，这个裁假是经过局长批准的，还是经过我们县长批准的？我说秘书长那边。好，跟议员回报哈。那这产假的部分，它是按照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个裁假请期来执行。好，另外两位的公共卫生护士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因工受伤，所以他们现在在请伤假。那另外那个护理长的部分，他原来是在玉里卫生所是护理长兼主任，那因为他长期病假，所以当时徐局长 好，谢谢谢谢谢谢。任内也因为这个业务的关系，特别把他调整到这个卓西乡。谢谢哈，我跟护理长探讨这个事情啊。如果是我是一层觉醒的一个假单呢、一个这个假单有四位请长假，要不要呈报到县长那边？要不要不进缺额？我请教您，编制八个，请了长假四个，请问他的运作，营运的运作正不正常？确实一定是不正常的嘛。这段时间确实。为什么发生那么多的重大案子？一个护士，一个地段的护士来兼两个地段的一个执掌的工作，确实吗？一定是不落实。好，我就针对护理长，我记得副局长没有打电话给我，我特别问这个事情。你说护理长报到之后又请长假，因为是什么原因？我知道了哈，不想讲，我不能说在这里讲了哈。是，那我试问你，如果说我在前面讲过，如果说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所长，我就宁愿把护理长调到卫生局，让他一个好好的休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要调到卓西卫生所，难道我们卓西卫生所是不会营运吗？我可以跟会长报告，环休期快到了，卓西乡每一次碰到台风还是梅雨季节，所有的村里长、所有的乡公所的一级主管，只要说他开设一级。应变中心的之后，卫生所也要到应变中心报到。第一个，第二个，他就开始分配到哪里各村处理。第一个，护士要跟着乡公所去处理。第二个，当地的有比较特殊的一个病犯，一定要送到玉里人民医院。处理，对不对？对。请问，万一发生事情，四个护士怎么去运作？我到现在我还问哦，四个请长假到现在没办法去补。人事处处长在吗？处长不好意思哈，像这样的情形哈，编制八个，请长假四个，处长，你是一个花莲县人事的最高的一个单位，如果说你是卫生局局长的话，你怎么处置？
报告议员哈，这个我没有在公卫这个方面的专才的哈，所以大概也不会去代理这个局长的职务。不过站在我们人事管理的角度哈，要看这个他们这个职员请假的状况，他的长短有没有对影响。那我据我所知，我们县政府对于这个同仁请假哈，我们都会积极关心哈，来了解他的原因。那各局处长也对他们这个为这个业务的推动啊，都非常关心。因此，如果有请长假情形产生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请到职务代理人等等的这些，或是等人哈、啊、来帮忙这个业务推动。那像卫生局这个案例哈、啊，刚才听这个议员的质询的内容哈、啊，大概应该他们如果是这个假说大概在一个月或是一个礼拜左右的话，大概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招募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日期 cover 掉，所以我想卫生局他们这边在做这个处理的话，都会去考量这个业务推动是否顺利，再做决定。好，没关系哈。处长里面有讲到一个职务代理人，是，那个人事处长请回座，谢谢。那我请问副局长，四个请假有没有职务代理人？跟苏演报告，其中有两位哈，他们是一个月的短期的假期啊，那个工商假。另外护理长这个部分哈，我们有跟主任讲，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提出申请做职务代理。好，谢谢。护理长，真的我们要深深的要探讨啊，这一年当中发生这两个重大案子，真的。我身为一个回乡的乡民，我真的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因为就是地段没有这个责任，因为就是卫生局不重视，因为就是卫生局忽略了这个区块，发生了重大的这个事情。好，那个局长这样子哈，局长回来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议题好好的做一个演绎，好、哦、要检讨，好，要怎么去补充这个人这个差额，好不好？补那个缺额，好不好？特别跟苏演报告，这两位那个工伤假，事实上他们在上班当中是办活动跟访视的时候受伤的。好，没有关系。那目前也马上要。好，我知道。对。请长假这个是受伤，所以说我记得我去年第一年上任的时候，我也跟县长探讨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回乡的各地段的地形都不一样，是不能穿高跟鞋的去上班的啊。如果说你穿高跟鞋啊，我跟你讲，保证你的脚会骨折，这个就是例子啊，可能他没有习惯，好不好哈、啊？这个一定要。我跟你讲哦，很重要在哪里，你知道吗？黄金期快到了，每一个地段的护士一定要在部落里面撤离的一个任务，好不好？是，我们在跟苏局长回座，谢谢。志伟主任他也知道，所以他在近期他自己会做内部的调整。好好，谢谢。回座。我的影片包一下。这个影片是我们义里火车站的大门的前景哈、哦、这个再游览一下，这个建设处你帮我记录就好了哈、哦、建设处上个月啊，这个建设处跟观光处都有参与这个座谈会。上个月由交通部部长亲自到义里，召开了这个有关于义里火车站改善工程的一个座谈会。本席也在中间里面也提过哈，提过这个事情。这个案子我请建设处哈帮我追踪，因为毕竟部长已经答应了哈。这个应该你们都知道。好，看那个照片。当初在交通部在简报的时候，还有义里镇公所在简报的时候，我就发觉到了，
这个门面很孤单啊，所以我一时我就说是意见交换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希望说这个门面啊，这个门面用我们在地的文化图腾啊去改善客家文化、阿美文化，还有慕容族的文化，以及赛德克跟泰鲁格族的优质的文化图腾啊，能够设置在伊犁车站这个门面啊，这个是代表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这个上一次这个交通部长也答应了哈，我为什么说我在这里特别又重提，就是我请建设处这个案子帮我追踪啊，不要那是520换一个单位以后哈，那个什么小熊大熊也不见了。好，这个建设处长谢谢哈。第二个是我要跟警察局探讨哈，帮我记录一下。最近伊犁火车站的铁路警察特别的认真，我不晓得铁路警察的任务是什么。我记得我在警戒服务的时候，铁路警察是应该他的勤务是他都会在交通，就是那个比较道的支路口维护啊，火车进出的一个安全，火车进来以后呢，他必须要跟火车敬礼，对不对，局长啊？伊犁最近发生很多的案例，铁路警察跑到我们部落前面去拦车，有没有酒测？这个部分，上一次一个退休的所长。田德虎也是在伊犁分局派出所，派出所以前叫主管了哈，现在是改制所长。这个主管退休之后，因为他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他就是每天早上去养鸡，然后呢开车养完以后呢早上就下来，因为他很疲惫，开车很慢。于是这个铁路警察就拦下来说：“先生，你开那么慢，你是不是喝酒？”这个部分哦，这个请局长哈询问到花莲铁路分局，啊，希望他哈，就是希望这个单位，啊，好好的把火车进出的火车安全维护好就好了，好不好？还有我在南区参加这个治安汇报的时候，我都是会在治安汇报里面会说出一段话。警察同仁真的很辛苦，但是执行各项的勤务一定要用智慧来执行勤务。啊，以上在这里，谢谢。好，谢谢苏中亮议员的咨询，休息十分钟。
Thank you.
施惠平的心。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接下来由施惠平议员执行，执行时间20分钟。大会主席啊，赖议长，还有我们县府的一级主管，以及我们在场的议员同仁，还有媒体先生、女士、小姐啊，大家午安。那接下来我想要咨询的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农业的部分哦。那我们请农业处长。那因为啊，我们从去年跟前年这两年呢，都可以发现，我们花莲县，尤其是吉安、寿丰、凤林、玉里这一些地方呢，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五月、六月、七月、八月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苍蝇出现，对不对？你知道吗？哈。那花莲是西瓜大县，我们种植的这西瓜的区域呢，这个非常大的2000公顷，那它的确为我们花莲带来了一些财源，也让我们的农民呢能够有一个丰收的季节。但是这个引来的问题却是我们的农业却伤害了我们的观光业以及我们的卫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用生鸡粪来做肥料，对不对？这本席记得哦，去年在环科园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我们的夏季的一个活动，那本席也去参加了两次，那就发现哦，当我去厕所的时候，看到了非常恐怖的现象，就是我们的苍蝇呢还蛮多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网络部落客，甚至呢有形容说我们的儿童游戏区哦，请家长慎入。因为里面呢，这个卫生好像有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如果没有好好的把关，它甚至可以影响到我们一直汲汲营营、一直在塑造的一个观光大县的一个形象，跟它事实上的一个作用哦。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今年如果再没有好好处理这个问题，年复一年，今年还是一样的状况。那其他县市包含宜兰跟台东，他们都已经积极的在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了齁。那本席呢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咨询，让我们的农业处呢也好好的去想办法去做一个对策的因应。那尤其现在
开始又要开始下雨了，天气又要热了。那苍蝇的这些卵，它会寄生在这些生鸡粪的那个粪便里面。那等到这个气候跟湿度都 OK 的，它们就马上就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照片，这是在网络上所呈现出来的，的确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哈。下一张。那除了这个观光之外呢，也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居家环境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必须好好的处理哈。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本席到我们中南区的地方的时候，就发现不是有那个捕蝇纸，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拿一个捕那个苍蝇拍，啊，然后呢就是不断的抱怨。那记得几年前，甚至玉里镇还有一个镇民呢，去抓出十几只的那个苍蝇的卵从耳朵里面。所以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居家的卫生的问题哈。那这个部分呢，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副处长哈，我们今年有什么因应措施没有？好，感谢我们司员对这个西瓜蝇害的一个议题哈。那我们县长也非常重视这个部分呢，所以说我们这边是采取就是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就是在环境管理的部分，是我们就是协请我们这个县的环保局来做一个环境加强的稽查。那在这个瓜农的辅导部分，我们就是辅导瓜农来使用这个熟鸡粪。那在熟鸡粪的部分呢，我们县政府便利预算哈，每公斤补助3块钱，好，让我们瓜农使用熟鸡粪来降低整体的一个蝇害。OK，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方法对不对？第一个加强稽查，去年有没有做？有。第二个，去年用熟鸡粪的一个补助的方法，去年有没有做？有。可是去年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状况？是。所以呢，据本席知道，熟鸡粪在去年那个开出申请，没有人申请，所以这个政策等于是零，效率等于是零，没有作用。那今年如果我们还是用加强稽查跟加强宣导，想必然今年一样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希望能够有一些积极的作为哦，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花莲的农民，他们的生鸡粪的来源是哪里？都在南部，都在南部，从外面运进来，对不对？是。好，那在宜兰县的部分呢，像他们就有一个什么一个措施，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禁止生鸡粪再进来，好，或者是说呢，他们还把像台东县，他们就用了一个方法哦，就是呢，先把那一些生鸡粪呢，先把它聚集起来，然后呢，等到它发那个生鸡粪已经熟了之后呢，两个月后再统一再做分配。让那一些虫卵已经死掉之后呢，他们可以继续的去把这个东西去做使用。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县政府还只是在做一个宣导，或者只是在一个做一个加强稽查，那个是没有用的。好，那再来我们请环保局哦，环保局。好，那刚才我们农业处讲哦，所以我们会加强稽查。请问环保局，你知道生鸡粪会造成什么样的环境问题？非常感谢司议员的指教，生鸡粪会造滋生苍蝇。滋生苍蝇的这个叫环境问题，还有没有？它应该生鸡粪的话，它其实还会制造土壤的污染，最主要会产生重金属的部分。对。好，那你这一题有答对了。好，就是呢，有发现哦，这个使用生鸡粪的这个土壤呢，他们的锌还有铜，他们的含量是过高的。啊，还有没有？那还有可能的话，如果靠近河边的话，它可能会污染到水源。好，这一题你也答对了，对，它还可能污染地下水源。所以呢，这个其实它不只是苍蝇的卫生问题，它还是一个我们环境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按照我们去年跟前年的两项做法，它没有任何功效，所以本席想要问第一个，在环保局或农业处
这里有没有相关的法则？跟司仪员报告哈，是有的。那有关使用生鸡粪的部分呢，其实在103年开始呢，我们和农业处呢、跟农会还有瓜农呢，做过很多次的这个沟通。那希望呢，他们禁止来使用这个生鸡粪。那从104年下半期的时候呢，县长已经指示我们花莲县呢禁止使用生鸡粪。所有的生鸡粪都进来了，要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经过发酵，就变成熟鸡粪以后呢，才可以使用。对，啊有，如果没有这么做，有没有罚则？有，他违反那个废青法，环境卫生的部分呢，才罚1200到6000元。所以他其实他并不是肥料，他其实是农业事业的废弃物，对不对？对。所以这个部分，环保局如果是谁去通报？谁能够去做稽查？这个谁能够去处理罚则？有没有落实？对对对，事业废弃物哦，因为它是虽然它不是废料，可是它是可再生之利用的一个废弃物，所以它从产研到目的的端呢，是由主政单位是由目的事业主管农业处他们自己来核准。哎，那我们环保局是末端，对于环境污染部分的这种稽查采罚。那它是事业废弃物，可是它是可以利用当做肥料的一部分，啊，所以像我们瓜农他们在使用鸡粪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它一定要这个发酵过，变成所谓的熟鸡粪，然后再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发酵过变成熟鸡粪才能使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它一定要掩埋30公分。有没有罚则？有，一样是罚谁？罚行为人嘛，若是行为人就是运送鸡粪的人嘛。哦，这个还是农民。那个我们部分是使用的是农民，啊，运送的部分呢，啊，违反废青法的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呢是农业处，哎，采访他们这边有采访。因为本席知道，以目前来讲，我们是处罚的是运送的人嘛。有，好。那农民其实我们希望很希望可以照顾农民，但是他惯用的一种施作的方法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环境跟伤害我们的卫生，这时候他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政府单位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议跟更好的一个辅助，让他们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之外，那又能够不要造成太大的伤害。所以哦，像这个地方，像中兴大学的一个昆虫系，他们就有提出好，比如说在15公分下面，如果用生鸡粪，再用覆土，那覆土一般的农民会觉得这太麻烦。那是不是我们有任何的补助或者任何的措施，或者教导他们怎么去做，从技术层面上去改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瓜农有太大的损失。那这个部分就是农业处你必须去加强去做辅导。那除了刚刚说的环保跟这个我们农业发展之外，其实在上个月台南已经发生到一个 H5N2 的一个禽流感的一个新型的病毒已出现了，对不对？知道吧？好，那这种禽流感的病毒，他们的机制产生问题之后，他们会把病毒留在鸡粪，如果这个生鸡粪又把它运送到花莲，那花莲就把它弄到瓜田，好了。这个病毒它的媒介就是苍蝇，那这苍蝇在呢，这个苍蝇大军在到处乱飞，那就把这个禽流感的病毒就这样扩散了。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那如果今年，你看今年是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不断是地震，地震是不会去影响到这一些，可是今年的气候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所有的植物动物都乱了序。那这个病毒当然也是这样，可以见得如果2012它可能都有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年2016气候又这样子变化的这么严重，很可能这一些病毒会伺机而动，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预防？所以这可以去联想得到，如果我们这个鸡粪的问题没有好好处理，它影响的层面就会很大，那不只是我们的观光产业。好，那这个部分呢，希望哦，我们的罚则如果有罚则，希望可以落实。如果是我们的技术不够，希望农业处可以赶快积极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在我们的卫生单位也必须去注意，因为上个月，五月份，五月上旬，台南已经出现第一例 H5N2 的一个新病原的一个病毒就已经出现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各这个刚才有说到的局处呢，能够小心应对哈。有没有补充的？这一项试验报告哈，就是因为因应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跟瓜农还有跟农业处呢，我们有开一个协调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禁止使用生鸡粪，但是瓜农他们又要用这鸡粪的话，我们有商请，就是以农会为单位，哦，应该有时候模仿这个台东，就是集中起来消毒，再做发酵的动作完了以后才可以使用。让整个污染呢要降到最低。好，希望落实，其实就是落实。好，那个环保局长请回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农业处的部分哦，就是现在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在饲养宠物，那我们大家对于动物的权利，慢慢的一个开始逐渐的重视。好，那我们现在把猫狗就当我们的家人一样。当然我们很希望可以去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去对待他们，可是他的身体现象还是一样会持续。那如果碰到比较没有概念的人，他可能就会把这些猫狗就往外一丢，就会造成流浪狗或者是流浪猫的现象。所以现在政府除了认养之外，还希望可以进行结扎，对不对？跟你报告哈，到目前的结扎，我们是鼓励，就是尽量能够往结扎这个方向，尽量往结扎方向嘛。是那我们农业处每年补助结扎的费用是多少？哦，这个部分我要下去了解。好，我告诉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哦。现在我们每年哦，我们的补助是10万元。好，那一只母狗哦，一只母狗结扎是1000块，那当然。如果你要养动物的话，你自掏腰包这个是应该的。那如果我们用补助的方式也是 OK， 但是1000块，一只母狗补助1000块，那每年大概也就只能补助100只。可是如果小狗它如果没有进行结扎，它如果一生下来就是生很多只。好，那如果我们每年只补助100只，根据本席所探知的消息哦，就是。大概我们2月初开始开放申请，到2月底申请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这个补助等于只有提供小小的一个无痛痒的一个小小的补助，所以本席是希望哦，我们大家可以从把浪费的不需要有的一些经费，把它挪到真正对于我们。生活上有用的一个经费上去做一个编列哈，那我希望是说我们这一个补助呢能够提高，让大家有一个结扎的概念，有一个认养的概念，这个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去营造的一种风气跟氛围，让回去好好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把我们这个补助的部分提高 ，O 不 OK？ 好，谢谢议员的意见，我们回去我们会检讨，如果经费不够的话，我们会挪移。其他的经费来做支持这个做法。好，那谢谢啊，请回。那接下来哦，我们程序就是那一天哦，我们地震还没有问完的部分哦。那上一次我们建设处长啊所说的那个我们的地震的一个房屋结构呢，是属于之前的预防措施跟一个整个预防的一个构造的一个检测。那接下来本席想要问的，因为时间剩不多哈，本席想要问的是，如果发生了地震的灾害，那花莲县做了什么样的应变措施没有？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请的是那个消防局。其实有民众去问，就跟本席去提到哦，如果地震的时候，花莲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它是花莲市，它有很多地方是根据我们的桥梁
去跟对外去做联系。那以我们现在的桥梁来讲，虽然说每年有去做维护，但是呢，可以发现它其实它的结构，如果遇到强震，它还是非常容易断裂。所以那一天，本席有去跟我们局长去提到这个问题哦。那请这个我们消防局哦，稍微说明一下，我们在于地震如果发生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变措施没有？啊，跟司员报告哈，因为花莲它这个地形比较特殊啦，所以只要发生地震，平常讲，一定花莲一定变孤岛，所以目前建制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救灾能力，是我们局长上任之后，我们一再积极在做，所以在我们针对花莲基金部分哦，有争取1000多万，那甚至要在一年内把我们整个队员的一个特搜能力把它建制起来，我们一直派到外面，派到消防署的一个训练中心去做这个训练，我们争取是。我们争取到的1000多万是特色装备，是放在什么部分？就所有针对地震需要用到的所有的特色装备，包含人员的一个培训跟训练。那预计在明年会成立这个一个特搜队。对。那此外啊，地震除了说这个房屋倒塌之外，其实上一次我们台泥的一个大火哈，延续的非常久，这个也让我们去想到，花莲其实有很多的工厂。如果碰到地震之后，它其实不只是有火灾的现象，它还有可能有毒气的外流，或者是有害气体的外流。这个部分，请问消防局有没有去做到应变的措施？目前我所知道哈，花莲一个这些属于危险物品工厂，但这些在严格来讲，我们所去查过，这些倒不至于造成花莲有什么重大的一个危害，因为它跟外线是类似桃园。上一次台泥的现象就造成花莲的空气产生的一个污染。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电燃烧。它是一个空气污染，它电缆燃烧，它不是化学物品，是电缆燃烧衍生的一个黑烟，它没有任何一个剧毒，是跟。那它有没有伤害人体？啊，这个浓烟基本上浓烟它往空中飘，当然会造成空气污染，它对。对人体倒不至于，它不是会。你确定没有有毒的物质？没有，没有有毒物质。没有工厂有毒的物质？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对，台泥那一次没有。不是台泥那一次，花莲地区的工厂有没有？花莲地区工厂是有毒物质，没错。哦，是。好，司员，你的咨询时间已到。谢谢施惠平议员的咨询，接下来由陈建忠议员咨询，咨询时间30分钟。谢谢我们大会主席赖议长，我们赖秘书长县府的严秘书长各局处所长，各位议员同仁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大家午安。我是最后一个我想现在时间是3点半嘛一下到5点应该都是我的时间吧。好，那首先请我们的教育处刘处长。首先对我们教育处刘处长为我们参加这个105年度的前中运的一个在台东的比赛选手们的努力表示加冕与肯定谢谢我们处长的协助跟辛劳那我这边有2点就教育我们教育处第一点是否可以成立我们花莲社会甲组的城市棒球队为我们的体育选手来请命我想做一个现况的一个分析我们花莲现有的棒球队国小目前是10队，国中5队，高中4队，大学乙组1队。我们国小大概3到5间配一所国中，2到3间的国中配一所高中，所以目前我们花莲县的小学的这个队数非常少，高中非常多
而且我们所有的群员啊，很多具有我们原住民的这个身份的球员啊，非常多啊，所以产生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国小队数少，国中抢学生的状况就会非常的严重啊。高中的球队的成绩呢差强人意，所以国中毕业以后呢会被外县市的这个学校挖走，所以造成我们这个高中成绩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优秀选手都到别的县市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使得我们的这个棒球的优秀选手都到外县市打球但是你到外县市之后呢自己要必须要归到该县市所以对我们花莲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高中留在花莲的呢目前只有我们东华大学遗嘱学生学校雅嘱有我们国体辅大文化就读教练会要求转户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以学校作为该县市的一些代表队前运会的一些代表队所以使得我们花莲的选手无法代表我们花莲所以许多县市成立这个棒球队招考的时候常常把户籍再一次的跟各位加强就是因为他变成不是我们花莲的这个球员为了考量很多我们的职棒打职棒的但是在大学就读之后呢没有到职棒他就流落街头了所以很多我们原住民的身份的一些优秀的选手从国小一直到大学的一个训练但是他没有被我们职棒网罗所以很多都跑到这个木工队去做木工了所以流落街头像我家我三个孙子都是从国小一直到大学但是成绩可能差强人意所以没有到职棒那边去现在变成到外面找工作所以对我们这些优秀的选手我们是不是能够成立雅嘱的一个棒球队我们成立这个甲组棒球队我再分析一下我们现况各县市成立社会甲组棒球队的一个情形县市政府聘用像我们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台南这个县市政府队呢这个我们花莲成立的这个甲组棒球队的由我们企业来聘用我们台东跟高雄就有现在是棒球队的一用经费呢其实也很少大概是两三千万而已一个棒球队的成立呢大概是这个二到三十个人所以我们花莲我们县长也对我们的棒球队棒球的这个热爱程度也非常的高我们县长跟企业界的关系也都非常好尤其像我们这个在东海广场那边设置的王董王董其实就可以赞助所以这个甲组棒球队呢是我们这个企业界跟我们政府花莲县政府来各出资三分之一各一千万应该就可以成立了一个二三十人的一个甲组棒球队那这个我们的这个体属呢每年也都会拨大概也是一千万的经费所以应该是非常可行的一个成立这个棒球队成立的好处呢我们选避免我们的选手外流提供优秀选手除职棒之外的一条选择所以社会甲组的联赛我们都可以参加代表我们花莲县代表我们花莲县来参加比赛所以对我们这个队员的比赛还可以到各县市各乡镇国小来辅导我们的小朋友对
棒球的一个热爱啊，可以训练他们啊，所以这个成立这个棒球队啊，我们希望政府啊，我们请立委来协调我们教育部啊，增加东华大学的招生名额，招收这个棒球队员参加大专甲组比赛，建制我们四级培训的体系，让愿意留在花莲的优秀学生啊，有学校可以念啊。第二个呢，按照我们花莲台开社会女子足球队的一个模式，邀企业啊来冠名赞助，啊，有企业聘用球员，就我们县府跟企业啊提出的出资啊，我刚刚讲的，能出资1000万啊，大概就可以成立啊。所以这个花莲市的我们的城市棒球队啊，他我们的球员呢也可以留在我们花莲啊，代表我们花莲参加各种的比赛啊。所以我想听听我们教育处啊处长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谢谢陈建中议员对教育事务的关心。首先要非常感谢陈议员，您在我们今年全中运的时候，在4月23号来到台东大学，陪着我们一起在开幕赛，让我们花莲首创当天的所有的典礼会场里面，所有县市教育处的局处长都说花莲真的是令人非常的羡慕，因为从来不会有一个县市政府会有议会里面的议员陪伴着我们县市政府的选手还有教练跟工作人员到达比赛运动会室的赛场，所以当天的开幕式，我们花莲县所有的工作同仁都被议员激励着，我们非常的感谢。再来是4月24号第二天的时候，台东的天气非常的炎热，谢谢议员你们陪着我们到各个馆场去，我们走了非常多的比赛的运动场馆。那一天所有只要是中央的地方的所有的选手也对花莲非常的羡慕。在我报告之前，先感谢陈议员您对我们的关心。再来是您对我们棒球队的问题，这边跟陈议员报告，我们在发展棒球的时候遭遇的困难，第一个，现在我们教育不只是运动赛事的项目，我们连平常的班级数我们都受到少子化的冲击，我们都减班减得非常的严重，所以棒球运动仍然受到少子化的冲击。花莲县的学校有非常多，我们都是100人以下的学校，我们占了70%左右。所以当花莲的孩子他在5、6年级参加我们的少棒赛的时候，他也因为受到少子化，简短好吧，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成立这个甲组棒球队了啊？好，不可以。这个一下吗？好，刚才议员也有提到，我们成立县市的棒球队，我们每一年的经费大约要2200万到2800万，将近3000万中间。可是体育署每一年只给我们将近700到750万中间的补助额度。处长应该可以了哦，你看我们办一些大型的活动，随便也要好几千万呐、对不对？对我们的棒球选手，你看多好的一个出路啊！啊，好不好？好，谢谢议员的提示。那我另外一个议题啊，请我们县政府啊重视我们中南区的游泳选手的一个培训，好不好？因为这次参加我们这个全军运的这个选手都是在我们北区啊，但是我们南区呢啊，南区其实是很多优秀的人才啊，很多是学校啊。都有他的这个设备啊，我们游泳池啊，南区我们六美国小、瑞穗国中、光复三公、玉里国小、玉里国中、玉里高中、富里国小都有这个游泳池啊。所以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啊，就是我们县府的一个关心啦、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中南区啊，设一个驻点的一个教练？以这个有刚刚我所提的这个游泳池学校啊，这些为重点啊，每一位派驻一个重点这个重点的一个教练啊，
一个教练的这个经费呢也没有多少了，至少25万元。所以是不是我们教育处啊，对我们南区的游泳啊这个运动的一个项目啊予以重视啊，不时的在我们南区呢举办这个游泳比赛啊，处长行不行？谢谢议员。那我们花莲县现在中南区有游泳池的学校有瑞美国小、瑞穗国中等等。那这些学校刚才议员您建议在中南区增设我们驻点教练，因为他所需要的驻点教练他的终点教练费我们因为是每一位都需要25万元，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研议，在我们的经费里面我们来尝试看看，我们会找中南区的教练来开会，如果实需而且对所有运动选手有帮助的话，我们教育处非常乐意来做这一件事情。以上。好，谢谢，谢谢处长，请回座。接下来请我们的警察局局长啊，江局长。本席要重视这个我们社区部落的安全防护啊。社会上发生了很多非常令人担心的这个社会案件啊，尤其像上次的一个小女孩啊被一些割颈了啊。我们的秀岭乡也有一个男孩子啊，小男生来被一个陌生的一个人士啊带走。所以对于社区的部落的安全啊我非常的重视，我们警察局啊不要发生的事情才做一个亡羊补牢的一个我们应该重视防范未来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局长啊对我们这个安全这个防护的措施呢应该也多很多的一个这个想法啊。但是我先请问一下我们局长啊，我们目前花莲啊这个闲置的派出所大概有几间？跟议员报告，本局目前没有使用的厅舍有29处，那其中有17处有外界单位借用，目前在12处。我想啊，因为我们的人力的关系啊，所以把这些派出所都废除掉啊。但是非常的可惜啊，它成为我们这个蚊子的一个蚊子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充分的利用？我们有很多的随行单位啊。没有办公厅处所啊，是不是我们这个局长啊能够考虑啊？局长来花莲之后呢，我跟一般的警员聊天啊，对你的协事能力、亲和力啊都非常的赞誉有加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局长啊，将这些闲置的一个厅所啊，能够借用到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是我们协警单位非常的多啊，像这个巡守队啊、义警中队啊，他们都没有，都是到派出所那边去啊，是不是给他们这个我们的厅所充分的利用啊？那像这个你没有利用这些，像有些我们的长阳这个派出所真的是杂草丛生啊，落叶满地啊，对我们社区部落的安全啊。造成一个莫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我请我们的局长啊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协警单位给他们住在那边，可以吗？是，我想我刚报告我们已经有17处外界单位给他们使用，那目前12处，我想本局厅舍借用的对象是以公务机关为原则，但刚刚您讲协警民意义警，当然如果我们闲置的没有用的话，我想提出申请，我们经过来审核，如果没有使用，不要提出申请了，你主动的邀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社区部落的防护，好不好？好，同意同意，是，好吧，好。那另外一件我们请教这个我们局长啊，婺源大桥啊，这个往北啊，往我们花莲方向啊。在马兰沟溪这边，它有一个是分隔岛的一个栏杆啊，刚好是在我们北上的车道的正中间啊。我们北上的时候要碰到那个地方，都要向右偏驶啊。所以万一有人从右边来超驶的话啊，会造成那个
车祸啊，是不是能够改善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它用倒三角的方式啊，占用了这些车道，是不是能够只有在中间哦，让它做一个分隔的一个措施？我想就这部分跟议员报告，那个您刚刚讲那个叫做回复式的导杆、哦，那大概都是在路口比较转弯处或者是桥梁因为中间没有分隔岛，那为了防所谓的逆向行驶或者是左侧超车，所以会有设置所谓的回复式导杆。那因为在转弯处，所以又有所谓的潮化线，所以才有再加装倒三角的一个回复式导杆。我刚报告就是为了防止事故的措施跟手段啊。我想这是当时我们也都有跟工程单位都有会勘过。这是为了防止事故。好，这个复建大桥啊，过了复建大桥之后，这个我们来会开一下，好不好？是是，相当的一个。是因为也是为了让那个车道线更明显，我们还是提醒开车小心，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谢谢局长啊，谢谢谢谢。啊，请留在现场啊，等一下我请我们的这个社会处跟卫生局啊，对我们社区部落的安全防护啊。我上次有跟我们的社会处的处长啊，有在讨论部落里面有一些精障者啊，可能没有达到精障者的这个程度，但是他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危险的动作啊。我们这个是算是这个部落啊，社区部落的一个未爆弹啊。他哪一天发生这个严重的这个事件，我们才去处理这个事情是不妥的啊。所以我想啊，请教我们的社会处跟我们的卫生局啊，对这些类似有精障的一个情形的人，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感谢议员的关心哈。那一天那个案子哈，我们自己巡访了以后，我们去那个访视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社会处这边我们是提供那个急难救助还有物资等方面。那我们发现他其实他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头，他没有社会福利的需求，所以那当天我们就转介给卫生局了。是卫生局呢怎么处理？是谢谢陈议员的关心。那当天呢，卫生所地段护士就到了现场。那派出所也都到现场，我们有马上送医。当天经过打针治疗以后，他情绪是有趋稳的。那之后呢，他就出院。那这一段时间呢，卫生所的地段护士还有所长，他们都不定期的去做家访。那卫生所也有社区的精神关怀员，每天会不定期的去访视他。目前这个个案，他服药情形是非常稳定的。是我们警察局。是刚刚这陈主，我们副局长报告，我们所长跟同仁到现场去都有配合。是，所以因为社区部落很多这种情形他们要达到精障的一个程度，所以没有办法帮他收容去但是在部落里面是一个威胁因为我们社区部落大部分都是小孩子跟老人家所以万一碰到事件真的是很难处理所以我们应该我刚刚讲的就是要防范于未然在有这种情形的我们应该要列入尤其是我们警察单位尤其我们社会处更应该要追踪我想不是只有这个个案很多的社区尤其我们南区真的我想这个你们应该要更认真的来追踪像这类的人士当然我们也真的没办法但是希望我们这个局处对这种个案能够予以重视，好不好？好，请问总，谢谢。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建设处。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我们的交通建设上一次我参加这个我们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所举办的南区的建设座谈会我想我们的处长邓处长也非常的认真，也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座谈会所以本席在这一次的座谈会提了六个一个建议现在就交于我们建设处我所提的是六项，第一项是尽速新建花东这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
第二个是我们五后到玉里的铁路废弃隧道的再利用，充分的利用，把这个新的这个隧道通了之后，这个废弃的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对吧？我听听我们这个处长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第三个是我们富里大桥与丰南大桥的拓宽工程啊，我常常到下乡到我们最偏远的南区啊，丰南部落经过这两座桥啊，常常会被阻挡在那个，因为不能会车嘛。这个是日本时代所建的一个桥梁，一直到现在没有做拓宽的工程啊，所以请我们的这个建设处啊，积极的跟我们的这个省公路局或是哪一个单位啊，来争取这个经费。第四个是193线啊，叶梅到瑞穗这个改善计划，我是希望说193线啊能够改善，让这个台九线的由苏花改通车之后，来减轻舒缓这个台九线的这个流量，车的流量，因为现在平常啊，那车子就已经非常多了，何况以后苏花改通车之后，只有我们台九线可以承载这个，现在只有走台九线，会让台九线会更拥塞啊，是不是？从叶梅，或是从光复，或是从米站，我们都有桥梁会可以分流嘛，让车子来分流到193线，来舒缓这个，台九线的这个流量啊。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个叫什么？就把这个交通啊引到那个193线，那叫什么？那叫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需要我们县府啊对193线的一个改善啊，因为193线啊，那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道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专用道路啊。很多我们在自行车的爱好者啊，铁道这个铁马的爱好者啊，跟我们这个台九线的这个汽车啊，非常的危险啊，增道啊，是不是让他们引到我们台九线啊？那我们台九线啊要改善啊，你看很多从光复以后啊，很多都没有路树啊，都没有种路树啊，看起来就像一般的农路啊。而且很多都是单行道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县道都没有办法啊，好好的一个改善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对193线的一个改善工程啊，本席也在那一次的座谈会也提出了啊。那第五个呢，对于花64线，就是我们的瑞港公路那个环氧。移转管养的一个问题啊，你们那一次也做了一个报告，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但是不知道我们的长官啊怎么会这样子，还没有叫你管养就把它推出去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管养这条道路，才要求我们的省公路局啊由他们来管养嘛，还没有管养就说没有钱，那我们自己管养更不是没有钱吗？所以我希望我们对这个花64线啊，瑞港公路这条路啊，能够在还没有在他们在接收之前呢，尽量的提报来改善啊，因为影响到我们旗美部落的一个用路的一个安全啊。你看我们老人家啊，要搭乘这个游览车啊，都要到瑞穗去了，因为这甲乙种的这个交通工具都不能进去嘛，尤其我们的学生。学校的这个校车也都不能进去，害得我们的家长每天接送了，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啊！让我们的建设处尽量的跟我们省公路局啊，要求有一些比较弯度比较大的，
能够予以改善，好不好？啊，第六个啊，当然是我们这个瑞穗温泉特定区啊，即将我们县府这个县府都要再做一个计划，是不是在我们的安这个瑞穗的温泉路啊做一个改善，让它成为一个特色的道路啊？所以既有这个国际级的一些我们的这个饭店啊也在那边盖，但是马路非常的烂啊，希望我们这个建国这个建设处对我们温泉路的一个改善能够重视。最后为这个青年住宅我们中南区的青年非常的渴望在我们中南区那边能够新建，在你的回答中做生活机能，我们难道没有生活机能吗？都在我们这个北区已经盖了这么多一千多间了，我们中南区盖了几百户应该可以吧？那建设处有没有在做规划？是，好，请。是，谢谢陈建中议员哈。那陈建议员对这个很关心。那我先就议员的部分所提的这个问题逐一来说明一下哈。那这个有关这个花东块的部分哈，那我想因为交通部公路总局它的这个可行性评估报告现在目前出来，算一下花东块是我们所有花莲县的一个新生所以在私底下我请我们的税务局李局长来回答一下，在还没有新建花东块之前是否将我们汽机车的这个燃料规费能够予以减免，不要说钱不免能够折30%或是20%这个才是我们的正义嘛，对我们花莲太没有了太漠视了。所以我们县政府提案或是请我们的徐委员到中央做一个提案，花东两县在还没有新建这个花东快速道路之前，我们这个汽机车这个燃料规费一减免20%或是30%，这个提案能够税务局能不能这个提案？非常谢谢陈议员对于花东块未完成之前那是不是可以减免那个汽车燃料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关心。我想这个因为涉及到这个修法的问题就是法令的一个修正。我知道，所以要交到这个交通部也知道我们这个新生嘛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想我们建设处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报告所以这个青年住宅你可以回答一下好不好？是青年住宅的部分，我们现在因为要找地啦，就是必须要规划。我们没有找地嘛，我们南区没有现有地吗？我们镇有地、乡有地也都可以来协助嘛。可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北区已经推动有一个模式了，那南区部分我们会再另外再做一个规划，哎，我们这会考虑。好，谢谢。建设处针对着陈议员所提的青年住宅，我想你用一个书面的资料做一个答复。本会会期口头执行的议员登记的部分已经全部执行完毕希望县政府各局处能够针对着议员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带回县府研商然后以求解决。另外议员书面执行的部分也请各局处能够在最短的期间内能够详细的答复，并希望能够采纳办理。至于庄议员所提的这个紧急动议也希望能够在本次的会期能够送入小组审议。另外明天议程变更为预算审查，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明天的议程就变更为预算审查。那下午的会议，非常谢谢各位议员的参与，也谢谢严秘书长率领的县府局处长来到议会备询。那我们下午的会议就开到此为止。
散会。哇哦，我们真的要感谢牛妈妈呢！原来牛妈妈。